Hello， 欢迎来到菜绿绿，我是路边，我小野。我们现在人在元和素锅，只要天气凉的时候，大家会不会都很想要吃火锅？火锅店都会爆满、真的。那我们今天就特别跑来这边，评价还蛮高的，它是小火锅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点餐。它品项超级多，光锅就有九种汤头。然后它如果有蛋有奶的啊，那些标示也蛮清楚的。楚好，然后还有一些炸物，然后甚至连什么羹汤羹饭都有。所以来这边有很多的选择。所以他生意还蛮不错，而且他在 Google 上面的评价也蛮高的。他有写说，如果你今天是全素的话，他就是会有蔬菜比较多；然后如果蛋奶素的话，他的火锅料就会比较多。他有特别写。好，请蛋料。谢谢。好，我们的餐点都到齐了。到了。这是我的孜然锅，他点的是泡菜锅。再这就是全素的猴头菇，然后他要先丢下来煮，因为它这是酒精的，就不是可以。那你先丢。它是素烧饭，然后是瓜仔肉饭那样子，这个看起来很可口。这是我们另外点的什么？百叶豆腐豆包，百叶百叶嫩豆包。然后因为这两个啊是两盘50，所以我们又加点了素羊肉，这一盘是盐酥杏鲍菇。除了点火锅以外呢，它会附上这个饮料，但饮料它直接就已经是这样包装好的，还有用吸管。那因为我们不想要直接用吸管，所以就外带。那它有两个选项吗？对，两个选项。一个确定它是不是会化。今天的选项是蜂蜜百香果跟芭乐汁。对，火锅我们就先让它煮。那我要先来吃它的素燥饭。它这个就是瓜仔肉饭，它上面有超大块的那瓜仔肉。它是那个怎么讲，八角味道比较重的卤肉饭，然后有一点香椿的味道。对，加素卤饭是要多加多少钱？15块。那白饭不用加酱？不用，它就是配餐，就是你如果叫素卤饭就要加酱。它里面的料很多。对啊，它里面的料真的原本就已经不少了。除去我们另外加点的猴头菇，还有这个百叶嫩豆包跟素羊肉以外，它里面还有这个紫米糕，还有豆皮，其他就是蔬菜啊，蒟蒻、玉米、芋头，哦，芋头，然后冻豆腐，应该是每一个会有一点不一样，料很多哎，而且蔬菜也很满满的，这样子一锅，我这一锅是180块，他那一锅是多少钱？150吧，我们这样加点东西弄一弄，结账是多少钱？500块，所以250块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对啊，分量够，有汤，这么多料，还有一个炸物哦，炸物。我们还加点了炸物。你们来点他的素卤饭啊，敢吃辣真的加点辣椒，好提味哦，好香哦。那现在品尝一下他的盐酥杏鲍菇，它面算薄脆，盐酥的咸度刚刚好。百叶嫩豆包，它里面一丝一丝的。口感好特别哦，一丝一丝的，它头头的那种，还好，不是我很喜欢的口感，就素羊肉，香菇梗，对，就香菇梗，然后它外面有先炸过、处理过，我还蛮喜欢的，蛮香的，素羊肉还蛮不错的，素羊肉可以吃，头头菇感觉超嫩，乖乖的，乖乖，这猴头菇全素的。这猴头菇是我目前吃到我觉得会吓到的，对，会吓到的。喜欢这个猴头菇很可以，我觉得不大需要酱料，其实它的汤头什么口味，对，味道蛮够的。然后我们先继续吃，待会我们再做总结 ，OK。好，我们吃完了。现在手脚都热的。总结，我觉得它的汤头。我点那一锅真的还不错。我点那一锅其实也还 OK。对啊，就也 OK 啦，就以泡菜锅来说，我觉得它泡菜味也蛮重的。泡菜是放蛮多的，真的。猴头菇很惊艳，真的。就那个猴头菇全素的很好吃。好吃到我刚想要去问它到底是哪一个牌子的。素羊肉也不错。素羊肉也不错。再就是它料真的很多，里面的蔬菜真的是满满的。我们两个人都吃不太完。对。很划算的是，它还会送饮料。就它饮料，它不是。平常附的那种传统的红茶，是果汁哎，它是果汁，芭乐汁哎，外面可能你单纯要去买一杯果汁要30-40块那种，现在不止了，
啊，现在不止，现在不止，现在都五六十。如果是那种现打可是的话，反正这家店我们蛮推的。如果我就觉得哇，住在这附近的人冬天的时候好幸福、哦，就是要吃火锅的话随时下来吃，然后它也标记很清楚，有没有含蛋奶素啊，或者全素的啊什么的，它上面标记都很清楚。还有就是选项真的很多啊，就它不是只单纯只有火锅，它连什么羹饭、羹面，然后连水饺都有、哦，连冰都有、哦，对，连冰都有，你夏天还可以吃冰哦，对对 对, 对，还可以吃冰喝果汁哦。对，反正总结来说，这家店我们很推，蛮、喜欢的，认真喜欢，难怪它评价很高。其他品项我们是还没有吃过啊，但我觉得今天整体下来吃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对，所以我们没有吃过其他品项，那如果你有吃过这家店，也欢迎在下面跟我们讲，就是告诉我们你觉得什么好吃啊，或什么，就大家可以互相讨论一下。对，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喜欢这支影片，朋友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不要忘记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 哦。OK， 拜拜。我这两句讲得越来越随便。拜拜。拜拜。